欢迎来到一本正经讲电视的千娘剧场。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《监禁风暴》，这是一个发生在河南洛阳的真实事件。一个男人气冲冲地打开了铁栅栏，将麻袋扔在了一个女人面前。女人浑身颤抖，脸上满是恐惧。她知道这个麻袋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惊恐的女人没有任何动作，男人上前一把拽住女人的头发，将她强硬地塞进了麻袋里，然后他将麻袋拖出铁栅栏,栏。 掉在了外屋的房梁上，麻袋里的女人不断哭喊着，无力的挣扎着。男人脱下身上干净的衣服，穿上雨鞋，戴上围裙，拿起一根木棍，俨然一副屠夫的形象。他用木棒不断击打在女人身上，发出一声声的惨叫。铁栅栏里的另外三个女人惊恐的捂着耳朵。很快，惨叫声停止了。半空中的麻袋不断的往下滴着鲜血，在地上已经汇成一片。故事要从九个月前的一天说起。 这天站街女小青像往常一样，按照客户的要求到达了指定地点。一个戴着眼镜、文质彬彬的年轻男人上前跟她打招呼，二人谈好价钱后，小青便上了男人的车。到了男人家里，他将一捆绳子推到小青面前，提议玩点刺激的。这时小青感觉男人的眼神有些怪异，于是警觉起来，她以洗澡为借口躲进了卫生间，在水流声的掩盖下拨打自己大哥的电话，因为之前已经发生过。 姐妹出来工作后失踪的事情，她便多了几分小心。小青挂断电话后，悄悄的出了卫生间，房间里却没有了男人的踪影。正在她握住门把手的一瞬间，男人突然出现了，并将她打晕了过去。等小青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被绑了起来，而面前的电话不断的震动，她却没有办法去接听。男人赤裸着走到了她的身后，粗暴的将她身上的衣服撕裂，在他身上一阵发泄。 他的哭喊声是那么的无助。随着劲爆的音乐、炫彩的灯光，小青醒了过来，看见不远处几个女人正在扭动着身体。这三个女孩也是男人用同样的方式带到这里的，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的女孩们早已适应，甚至开始享受着这里的生活，因为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命运。男人走到关押小青的铁笼前，割断了她手脚上的绳子。在这个狭小的笼子里，她就像一条狗。 任凭如何挣扎，也无力逃脱。几天之后，男人又将他从小笼子里放了出来，关在了外边的更大笼子里。趁着男人不在的空档，小青不断拍打着铁栅栏，声嘶力竭的呼喊着救命，却没有人搭理他。就连跟他关在一起的另外三个女人，对于他的喊叫也是充耳不闻。他们各自干着自己的事情，小青与他们不同，她没有绝望，她一定要逃出去。 因为家中还有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的父亲需要他照顾，父亲一人压根就没有办法生活。然而即使小青再多反抗也无济于事，男人先后用上囚禁、禁食、威胁等手段，慢慢从身体到内心彻底的摧毁了小青的防线。小青也开始接受了这样的生活，因为她要活着，只有活着才有逃出去的希望。夜晚，女人们工作的时间到了，她们换上漂亮的衣服，化上精致的妆。 在男人的带领下外出狩猎，外出的路上，男人将一个微型窃听器交给小青，并把他家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，言语中满是威胁。小青听得出来。小青上楼为客人服务，男人则坐在车里享受的聆听着他的叫声。结束后，小青返回车上，将收到的酬金一分不少的交给男人，他的表现男人很满意，于是答应带他回家看一眼父亲。看过父亲之后。 男人带着小青离开，迎面走来了几个年轻人，这对于小青来说就是希望。就在他刚喊出一声救命，便被男人捂着嘴巴给拖走了。那几个年轻人只是停下看了几眼，随后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离开了。果然，最热心的永远是网友，最冷漠的永远是路人。不知道到底是网友不上街，还是路人不上网。逃跑失败的小青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？ 男人将车开到一个荒无人烟的郊外，从后备箱里拿出一把锤子，拖着小青进了一座废弃的窑洞里。他要敲掉小青的下巴，让她再不能言语。为了活命，小青妥协了。她哭泣着，不停地在地上抽搐着。再次回到铁笼里，小青也加入了三个女人的行列。一杯烈酒下肚，扭动着腰肢便进入了舞池。她知道要想活下去，就要融入这个小世界。 几个女人白天喝酒跳舞，晚上出门赚钱，一转眼九个月过去了。尽管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，但是小青却从来没有放弃过逃跑的念头。终于在一次交易中，她趁男人不注意，将窃听器扔在一旁，从酒店的后门跑了出来，找了一家台球厅隐藏了起来。男人追到台球厅，却没有找到他。眼看着男人离开，小青才从藏身处出来，来到吧台，她借了一部手机。 打通了报警电话，他把被关押的详细地址告诉了警察。打完电话的小青仓皇回到家中，没想到父亲已经遇害，男人端坐着等着他回来。就这样，他再次被男人抓了回来。男人脱下身上干净的衣服，穿上雨鞋，戴上围巾，拿起木棍。男人拖着麻袋包，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，地上留下一道血迹。小青死了，警察也终于到了。 其中的两个女孩在警察的搀扶下，走出了那个囚禁他们的澡堂。外面的阳光是那么明媚，但他们已经记不清有多长时间没有见过阳光。他们应该感谢小青，是她的死换来了他们的生。在繁华城市的黑暗当中，有太多我们想象不到的罪恶。女孩子出门在外，记得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人面兽心之人比比皆是，万万不可大意。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了。 喜欢的朋友，请转发、收藏、关注倩娘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